向西10米，向南2米。好，就这了。长得很漂亮，把美丽的东西烧毁了，更能激起人们的仇恨。你还有一12岁的女儿，一起带上。可口苗毕竟不长眼睛啊，万一出了意外。怎么会有意外？现场都是我们专业人士。 保证万无一失。喊呐！快喊呐！自焚事件对于基层群众的教育是效果显著的，我党有了更牢固、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舆论支持。他们都自焚了，别再跟着胡闹了。 是电视上伤自己的那些人吗？是啊，咱们得离他们远点。自焚是政府造假，这么大的冤案，我不能装聋作哑。这个自焚录像分析，最好能有个视频图像，要是咱们也能在电视上讲真相。快，快，别跑了！ 我们的计划必须提前了。你不能在这儿，你走。你想让所有的居民去同时看到？当然。他们很快就都知道真相。我们娘俩。